跟东北做老乡，在当地做珲春人非常值得骄傲，因为有老虎。希望，因为老虎一回来，我们的生态就好了。最重要的还是给大家讲清道理，那么就是通过生态宣传，让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保护区，要保护老虎。为什么要保护老虎？希望大家支持。首先，它的基本理念就是要让孩子通过了解家乡、了解家乡生态环境，进而热爱家乡，然后热爱祖国。咱们这里是老虎最多的地方，因为珲春是它的家乡。因为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而且还能维持大自然的平衡。是一个事情做起来之后，就想把它做得更好。我这个年纪了，会给我家乡留下点什么东西，所以这些年就一直盯着它，把它不断地修改，不断地完善。我觉得，可能没有什么能阻挡这个事儿。